好，我们刚快结束的时候，我就问这个问题，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对的？神爱罪人，但恨恶他的罪，是是而非。怎么说呢？可不可能有说谎而没有说谎话的人？树会说谎吗？花会说谎吗？可不可能有谎言而没有说谎的人？人跟他的罪是分不开的。第一，第二，为什么不能说神爱罪人，但恨恶他的罪？因为神判什么下地狱？判罪恶下地狱，还是判罪人下地狱？罪人，所以神所恨的是什么？那个人啊。但是有圣经根据，有可以解释啊。怎么说呢？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律法。我刚刚念罗马书第三章，因为我昨天我看你们，我在讲到的时候，我看你们，我看到最不知道怎么说，最反感还是最不懂，最不了解，看你们的脸，就是这方面，就是我讲了这个的时候，神爱，神不是爱罪人，但是恨恶他的罪。罗马书第三章，我再念一次，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，好塞住个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。塞住个人的口，说什么？需要被塞住的，说我基本上是个好人，要塞住这个话。神不可能爱罪人，但是恨恶他的罪。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三节说：“我爱雅各，什么？恨以扫。”请问神对雅各的爱是不是真正的爱？啊，当然是真正的爱啊！那神对雅各的恨恶是不是真正的恨恶，还是虚假的恨恶？一样。一致的。难道老师的这个原来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是不是有中途？神爱世人，那世人什么意思？你们知不知道？这个可以反过来。那个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也在那个原文里面，那个世人原文是 cosmos 是地球的意思。你看，有一个在神学上所谓的 cosmological argument， 意思就是说 cosmological argument， 就是说神真的存在啊？为什么呢？有这个理论。什么理论 ？Cosmological argument 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可以证明，我不相信我们可以证明神的存在。我们认为神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是有搞这些的人有这个理论，上帝，我们知道上帝存在，因为有这个地球啊，有被造的东西，一定有一个造物主。That's the cosmological argument。有树的话，就有创造树的咒诅等等啊。神爱世人 ，King James says God so loved the world。其中一个解释是这样，很有道理啊。当亚当堕落的时候，堕落之后，神可以。因为他跟
亚当立的那个功劳之约，亚当所犯的罪不只是包括他自己，也是包括他所有的后裔。所以神可以当亚当犯罪之后被毁灭整个世界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没有这么做，因为神爱这个世界，有没有道理？ He loves the world， 他是他创造的，而他创造世界以前还有一个计划，就像你要买东西，你是不是说你要给你的未婚妻买一个钻石？举个例子，啊，是不是说哦，你刚好走过那个卖钻石的地方就，哦，奇怪，我的口袋里面钱够了，我可以买这个钻石。啊，人家是这么做的吗？然后你先有，对不对？你先有那个计划，然后你就存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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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然后你知道那个卖钻石的地方在哪里，因为你查那个 Google 嘛，你发现那个地址，你就可能一个打电话，然后你那个钱存够的话，你就主动的去那个地方把你的钱拿出来买个那个东西。难道上帝比这个更不聪明吗？亚当的堕落是不是神所安排的？一定的。神亚当堕落的时候，上帝没有决定毁灭他的创造。神还是永生啊，将他的独生子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。昨天我们讲，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讲福音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，很多人认为那个是福音，因为他看前面的部分，所以他认为那是福音，因为他看什么？神爱世人，甚至将命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我信靠他，叫我信靠他，不生灭亡，乃得永生。我要补充一下，我突然想到这个事情。我昨天讲说，教会在一个很可怕的被盗的时代里面。现在听骂是这个事情。我曾经在基督的告诉你听过一个洋鬼子，我说洋鬼子，他说了这句话，你们听，我先说英文再说中文，引用他所说的话。 John 3:16，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, and whosoever believeth in him shall have everlasting life. 一字不漏跟他一样，对不对？我说中文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得永生，对不对？啊，他省略了什么？不自灭。Yes， 亲耳听到了。还有另外一个例子，美国可能最兴旺的一个出口是什么？很可能是假福音。我现在讲另外一个白人，我在花莲听到他们有传教士的查经的时候，这个白人他叫我们翻开圣经到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，就是那个犯奸淫女的被抓到，你记得那个故事吗？然后他先我们看了那个好几节那个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的时候，看完了之后他就问这个问题，如果耶稣今天晚上耶稣来叫你们
翻圣经，拿起来圣经，把一页撕掉，你会不会这么做？传教士说的，如果耶稣来叫你拿圣经起来，把圣经上的一页撕掉，你会不会这么做？然后他接着说，白人传教士，他接着说什么？如果耶稣来叫你翻到出埃及记第二十章，把那一页撕掉，你会不会这么做？懂吗？跟约翰福音三章的那个故事有关系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主耶稣知道这个女的犯奸淫，但是他没有定她的罪，等于是他把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从他的圣经上撕掉。太可怕了！他忘记主耶稣说了一句话，是吧？出去不再犯罪。他有把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撕掉吗？啊？不再犯罪，不要再犯这个罪了。他的信息是什么？如果有爱的话，就没有律法。主耶稣，主耶稣是充满爱的。这边也立法，就是这个信息。第三个例子，另外一个网络了，他念诗篇第139篇，也是在外国人的查经里面，不是一个人，那一个人念的。诗篇第139篇，从第一节念到第，好，我念第17节。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和其数啊，其数何等众多，我若数点，比海沙更多，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。然后呢，他念到从第一节念到第18节，然后就换到第23节。神啊，求你检查我，等等等等，懂不懂吗？他上面什么？如果他念从第一节念到第18节，这是一回事。他从第一节念到第18节，他说换到第23节，他没有念的是什么？神啊，第19节，你必要杀戮恶人，等等。他们的基督教已经没有律法了，他受不了。现在的基督教，而这两个例子，我就说那个人他把圣经拿起来，把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撕掉，有差不多20个传教士在参加那个查经，没有一个人来的，可不可怕？律法是叫人治罪。圣经上罪可以分成两种，一个是original sin， 就是罪性本性的性 ，original sin 罪性 ，actual sin 罪行。神跟亚当说：“你吃那个禁果的日子必定死。”所指的是什么？原罪还是本罪？这个是原罪，或者是本罪，或是罪性罪行？原罪。原罪不是
是行为，原罪是什么？本性。你吃的日子必定是什么意思？等一下我们要解释。罪性。后来呢，在亚当堕落之后，他不但有罪性，他不但有原罪，他也有本罪。本罪是什么？原罪是你所失的，你是什么？本罪是你做什么，彼此的关系如何？你做什么决定你是什么，还是你是什么决定你做什么？啊，你是什么决定你做什么？苹果树嘛，很好的例子。苹果树，因为它结苹果，所以它是苹果树，还是因为它是苹果树，所以它结苹果？第二个，因为它是，你怎么知道它是苹果树？用摘的，它的叶子很亮啊，有苹果嘛？原罪跟本罪，人跟罪恶有四个不同的关系，这个要写下来。没有人在教啊，没有人在教啊。第一，亚当堕落之前 ，before 堕落 ，fall， 人跟罪恶彼此的关系是什么？能犯罪，上帝给他犯罪的可能性，对不对？给他选择，还有那个能力，有这个可能犯罪。好，在亚当堕落之后，人跟罪恶彼此的关系是什么 ？After fall。Before fall 能够犯罪，堕落之后人跟罪彼此的关系是什么？不能不犯罪。不能不犯罪，那不能不犯罪是所指的是什么？人的 一、二，不能不犯罪是第一还是第二？第一嘛，他在那个光景里面，他在不能不犯罪的光景里面，他有不能不犯罪的天性的本性的罪性。在一个人得救之后 ，after salvation。人跟罪恶彼此的关系是什么？能够不犯罪。我们圣灵给我们力量，可以克服魔鬼的试探。After death， 到了天堂嘛，我们跟人跟罪恶的关系是什么？不能犯罪了。不能再犯罪了，太奇妙了，对不对？谁要救我脱离这渴死的什么身体嘛？哎，保罗说了，这屈死的身体，屈死的身体。亚当堕落之前，人跟罪的彼此的关系是什么？come on， 说，能够犯罪，犯罪之后。不能不犯罪，得救之后能够不犯罪，到了天堂不能再犯罪，太奇妙了！这是谁说的？奥古斯丁说的。奥古斯丁。好，我们现在所强调的是这个。第二，在亚当堕落之后，因为我们所有的没有信主的人，在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的光景里面，第几个？所有的非基督徒是第几个？第二、三、四。第二，不能不犯罪。以赛亚书第64章第六节，你们有没有念过？我们
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。所有的义，不是所有的罪。所有的好事情，你所谓的好事情，一个非基督徒，一个不信主的人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什么？神受不了，受不了他的苦，受不了他的好行为。我以前在基督书院，我问学生这个问题：好，你在公车上，一个老人上来，你坐下来，那个位置很少了，来，已经坐满了。那个老太，我上车，你给他让位，这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？好事，马上好事。我的答案是什么？不一定，看什么 ？Three things。根据圣经，还有海海德堡信经说的很清楚。What is a good work？ 一个好行为是什么？我怎么知道一个人或者是我所做的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？三个条件。第一，好事还是不好的事情？是不是神所吩咐的？有没有道理？表示我们是客观的观点来看啊，不是人家认为怎么样。谁要做决定，由谁来做决定，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，谁一定要用一个绝对的标准。这个事情是不是好事吗？是不是神所吩咐的？第二，是不是靠信心做的？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，是不是靠信心做的？那是到底什么意思？到底什么意思？什么是什么？你说这些很抽象的东西干什么？这个一点都不抽象，我解释。第一，很简单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神所吩咐的？如果不是神所吩咐的，你算在做什么？善感行事。善，你善感吗？这个中国话很棒，我很喜欢这个善感行事。如果不是神所吩咐的善感行事啊，你看，你以为，你恰以为啊。第二，靠着信心做的，我解释这个，很简单，意思是说，你做这个事情，第一是不是神所吩咐？第二，你是不是因为神吩咐而做？我举一个很具体的例子，在美国有沃尔玛，你知道那个沃尔玛是吗？一个很有名的一个，也不是超市，是一个那个叫什么百货公司嘛，百货公司。好，比方我是非基督徒，我去沃尔玛，我很想，我一直都很想要买一个手表，很高贵的手表。那个我看到我所要的那个牌子的手表，然后很想把它偷走，但是我没有偷，我走进去，口袋里面没有手表。我有没有讨神的喜悦？想一想，对，我一点。如果你没有偷那个手表的动机，不是因为神吩咐你不可偷盗，你在犯罪。因为那个是自义，对，你怕人家什么？你怕人家看，对，你怕人家抓到你。
你怕警察或怕你被抓到之后人家发现你就没你就没什么，没什么中国人那么看重的没什么面子吧。好好补充一下，否则的话会忘记。我听过太多次中国人说这句话，再也不要说了。那个人不要脸，有没有听过？有没有说过？不用不用，回答，不用 ，I don't want to hear it。那个人不要脸。在以理书第九章第八节，请问我就是要表示我们生来有多糟糕的思想。你说某某人不要脸，你想一想，人家说这句话，他在看对那个人的看法如何？他在称赞他吗 ？No， 他不要脸，他才不要脸。你在批评他。但以理书第九章第八节，王啊，我们和你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，就都脸上蒙羞，懂吗？列祖因得罪了你，就都脸上蒙羞。因为我不给上帝好面子，蒙羞。基督徒，基督徒不要脸，真的不要脸。What do we say? The lie 是什么？罪，要爱面子是什么 ？The lie， 请问主耶稣快上十字架上的时候，那些群众他们都一同说一声说：钉十字架，钉十字架，钉十字架。其中一个是不是你？如果你在场的话。你要脸子吗？你要脸吗？上帝的脸呢？真的，我在基督书院的时候，有一个很有名的歌手，他们受到美国的影响很深刻。我真的不错，我真的很不错，我的朋友。我想骄傲地告诉你，很受欢迎，懂吗？那个人有没有要不要脸？那个人有没有爱面子？啊，就是嘛。上帝爱罪人，但恨恶他的罪。我爱雅各。恨以扫，好。神不但会恨恶人，甚至于，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的救恩依靠上帝对罪人的毁灭。第一个例子。圣经上的什么故事？挪亚方舟，有没有道理？有没有道理？
为什么毁灭那些人？否则的话，挪亚跟他的全家都会受影响，都毁灭了。所以，挪亚跟他全家的救恩是依靠上帝对恶人的毁灭，那是真的。比方，这个很有意思，那里的洪水来，把他们都冲走，对不对？那另外一处经文说，洪水来，他们就吃完什么乐，吃喝玩乐，他们吃喝玩乐的时候，对，洪水就来冲走了，同样把上帝的仇敌冲走的水，同时把方舟浮起来了，奇不奇妙？奇不奇妙？上帝会不会恨人？绝对会恨人。你的救恩依靠上帝对他的仇敌的恨。第二个例子。摩西，法老王，罗马书第九章，出埃及记，两处经文都说的再清楚也没有了。神把他兴起，把谁兴起？法老王，为了什么？在你的身上彰显我的力量。什么意思？彰显他的什么样的力量？毁灭他的仇敌的力量，把他兴起。法老王之所以存在，是因为神要在他的身上彰显他的荣耀，彰显他的能力，在他的毁灭上彰显他的。第二个例子，第三，耶利哥。约书亚城墙做了什么？城墙倒了，因为什么？哦，太奇妙了，城墙，然后又把它盖起来嘛。城墙倒了，为了什么？伤灭、毁灭三个仇敌，杀掉，通通杀掉。神的仇敌， Do you, 你有没有感觉到你受骗上当？人家说神爱罪人，但恨恶他的罪，你受骗上当了。这是谁来？白人带来的信息。最后一个例子还没有到。我到把它当作第五个。好，我还有一个要提出来，一个例子。什么样的例子？我现在在举什么样的例子？在证明什么？是似是而非。什么似是而非？神爱罪人，但恨恶他的罪。似是听起来问，好听，听起来是对的，因为你听过太多次。If someone tells a lie long enough, you will begin to believe it. 他之后就会听起来是对的，说了够长的话，你就会开始相信。他是约书亚记第十一章第二十节。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经文，我都吓了一大跳，再清楚也没有了。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，他的仇敌啊，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，来与以色列征战。
好叫他们敬拜上面，不蒙眼。够不够记住？上帝居然会使这些人的心刚硬，是不是给他们一个机会，心里使他们的心刚硬，好叫他们主动的攻击以色列人？因为神早就决定要把他们杀了。神爱那些人还是恨他们？恨他们。而且他的百姓的救恩是靠神对他做的。That's how important that is。中文有一句话，鸡蛋里什么挑骨头，这不是鸡蛋里挑骨头的事情吗？太重要了。最后一个例子，还没有开始，还没有发生。诗篇第114篇，耶和华对我主说，这是预言嘛？关于主耶稣基督的预言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。使你的仇敌会做你的脚凳，坐在这边，一直到等等等，这个事情发生了没有？阿北，等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，他到最后，主耶稣归来要做什么？把他的仇敌完全毁灭掉。但是如果你不懂这个，所以基督教有道理，以西结书，我忘了那个中文的翻译，在这个东西上面是不是够清楚？第20章第25节，以西结书，我也认他们遵行不义的戒律，谨守不能使人活着的什么恶鬼，意思就是说，神 I gave them statutes, 耶和华说的， which were not good, and judgments whereby they could not live. 他们不能照着他们自己的原则去行。神给的进化论，举个例子，我说我现在在强调什么？我现在在强调，不但神说他恨他的仇敌，他恨恶一些人，这个是有道理的，道理。但是世人所讲的、所传的没有道理。我举个例子，进化论，进化论，我们上学都会被教的这个东西。他们能说不能活，不能能说不能活，怎么说呢？如果你很强壮的话，你打一个相信进化论的一个耳光，懂吗？另外一个说法，进化论另外一个说法是什么？适者生存。你很强壮，你打他一个耳光，他说你不应该，什么不应该？应该不存在，适者生存嘛。我把你打死掉，我强壮嘛，你弱，懂吗？能说能活，他明明知道你不应该这么做，但是他的思想里面没有应该，因为他不接受一个绝对的标准。所以我所强调的是，这个不但是圣经的教导，也是有道理。怎么说呢？
时间是不是已经到了？What time is it? Okay. When do we close? 5:40. 5:40. Okay, we休息，然后我们 do the lesson. 也在五分钟左右。我以前有举过这个，这是从清教徒的教导来的，他们这样强调圣经诗篇第119篇第34节。求你赐我悟性，我便遵守你的律法，且要一心遵守。求你赐我悟性，我便遵守你的律法，且要一心遵守。Give me understanding. 清教徒他是这么说的，我昨天有提到这个事情，就差不多10几年前，我从我的房子里面走出去，突然看到很漂亮的环境，我突然有这个思想，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东西。可不可能这个地球所有看到的，所有听到的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对属灵的隐喻？昨天我举个例子，比如一棵大树，你看得到它长得多高，但是你看不到的是什么？看树根有多深。你越明白你的原罪，你的树根越低，你越明白神的恩典。你对神的恩典的概念就越高了。但是你先要明白什么？原罪，不能不犯罪。好，我现在要，我再跟他说，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，这我们所看到的，我们所经历到的，是不是都是对属灵的东西的隐喻？另外一个人走路的时候，动物走路顶多是这样，那个狗跟那个牛跟什么其他的动物是这样子走，人是新教徒是这样注意的，人是正直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走路是这样的。猴子，连猴子都，虽然他们也是，但是他们，对不对？也是正直的，什么意思？头、心、脚，这个秩序。头，这个叫做什么？控制法。头，情感、思想、情感、意志，一定要有这么准确的秩序。诗篇的119篇第34节，我就遵守并一心的求你赐我悟性，我就一心的赐我什么头啊？一心啊，那个悟性，我就一心的情遵守，叫心怀，对不对？一心的遵守头。心教一定要有这个秩序。人的问题是什么东西先堕落的？这里神岂是真说，对不对？亚当还没有吃禁果之前，他已经犯罪了。在这里啊，神岂是真说？怀疑什么？头、心、脚，现在人是怎么样的？我们都知道，这个在带路，情感在带路。后来你被抓到的时候，你就用这些东西来找借口，不是吗？不是吗？这个不是在带路啊！两个男的结婚，啊，你疯了吗？20年还没有过，台湾还没有过，美国早就过了。
掉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在带动我。你也我逼你接受啊，大众传我逼你接受啊，你不接受我将你做的事情为什么？你说的 hate crime， 你充满恨恶。你不接受我主观的观点，你是充满恨恶。旁人情感在带领你，后来就用这个来啊。另外一个例子，堕胎，他们怎么形容堕胎？那是 reproductive rights， 生孩子的权利啊，就是这一生嘛。你有听过这个吗？ reproduce 就是生育权利。他把堕胎说成这样，堕胎是杀人嘛，这跟你没有说，有两个人嘛，女的跟小孩，为什么有这个说法？这个大家问我，私欲，你们父的私欲，你们偏要行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再做最后的。